老同志，等咱们完成任务之后，回到根据地，我来做媒，给你娶个媳妇儿。那就这样定了啊！说话算话。哎，老同志，别老这么说，喝啤酒啊！同志们，检查一下装备，咱们不打没有把握的仗。 小雨，队长，我怎么劝也不行，救援他们要加入我们一队。队长，你们去打鬼子，带上我们吧。 You're right. I'm not a coward. I'm a Marine soldier. I need to face the war now. 告诉他们这不可能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希望他们能谅解。队长，汤姆是我带回村里来的，为了他，我爹和全村那么多的百姓都牺牲了。 如果我这辈子不能亲自上战场去为他们报仇，我是不会安心的。带上我们吧，秋叶。我理解你，但是我不能这么做。我已经把你们托付给王连长了。不，队长，我们想好了，我们是不会跟警卫连走的。你们营救队到哪，我们就到哪。带上我们。 We're soldiers, John. Let us fight. What else do we have? 人家，人家装备不如咱，人家单兵素质更是跟咱们差了天上地下。咱不能让他们瞧不起啊！都给他干的！我只服从上级交给我的命令。况且，我不会打这种毫无希望、有去无回的仗。我要带着我的兄弟，活着完成这次任务。走，回去。 总算醒过来了，啊！我让他们给你准备了些吃的，端上来。嘿，大佐，那就等您。 有了胃口再吃吧。对了。
佐藤君，你的高仓归队了。他在哪里？他现在在外边，快问让他进来。好，大佐快躺下，好好休息啊。报告大佐，高仓已经归队。高仓，大佐，高仓啊，大佐，你可回来了。长官您别动，小野已经跟我说过了。长官您放心，我会接兵上海您的中国狙击手。好，好。大佐，长官，大佐，快躺下。长官，刚才我们抓到一个自称鸽子的女人。佐藤君，我先去处理些事情，先告退了。暴露了，暴露？怎么回事？是杜清明发现了我，我被迫杀了他，逃了回来。你的眼睛告诉了我，你在撒谎。我没有。我怎么相信你？我的家人在你的手上，并且我还带回了一个关于史蒂维特使的情报。请讲。我需要食物，还有洗澡水。满意了吗？走吧。我已经知道文件藏在哪儿了。在哪儿？就在白水镇外的树林里。你在骗我？白水镇的郊外到处都是树林，我怎么知道他会在哪里？你这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你我就算是全城的日军都出动了，恐怕也找不到那份文件。我想你已经知道了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只有一个人知道文件藏在哪儿。谁？克莱尔的勤务兵汤姆。汤姆？一个勤务兵，他怎么会知道秘密文件的下落？美军运输机迫降的时候，克莱尔担心那份文件落入日军之手，所以把文件藏了起来。他藏文件的时候，汤姆就在现场，所以找到汤姆，我们就能找到那份秘密文件。等找到了秘密文件，克莱尔就失去了抓捕的意义。况且我能够让汤姆亲口说出文件具体藏在什么位置。很好，好，我们现在就去。等等，还有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不用电台和我联系，却跑到白水镇来告诉我这个秘密？我已经说过了，郑大勇已经开始怀疑我的身份，留在那儿等于是送死。杜清明已经死了，死无对证，郑大勇他怎么可能怀疑你？你我都清楚，杜清明是一个老特工了，他做什么事都会留一手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在对我下手之前一定会留一样东西。你是如何知道汤姆的消息？克莱尔亲口告诉我的。他为什么会告诉你？等我见到汤姆，我才会告诉你原因。行，你想和我谈条件？我是在帮你。带我去见汤姆，只有我才能让他开口。不。
行，还记得吗？当初你被抓的时候，你的脸上也是这种镇定自若的表情。可后来怎么样的？你还是屈服了，软弱了，还是乖乖的把一切都告诉我，跟我合作。你是一个软弱的人，你还是…… 乖乖地把一切都说出来，这样对你是有好处的哟。你看他们怎么还不回来？别为他担心，那小子比侯还精。 不会有事的，队长，队长，人在命。是队长，队长，我回来了。你喊什么呀？怕我一个听不见咋的？怎么这就怕了？怕打生下来我许生金就不知道还有个怕死。行了，怎么样？白雀镇的确有一个鬼子的集中营，关的犯人不多，克莱尔中校在不在里面我们就不知道了。嗯。 看来得进城看看，本来我们就想混进城去仔细的打听打听，可是鬼子城门看得紧，里三层外三层的，哎呀，过往行人都得检查，混不过去，这不我们就回来了。我还以为你定回是个汉子呢，闹了半天是个怕死鬼。谁是怕死鬼？队长，我带几个身手好的弟兄去。我就知道你小子会这么说，你往丁魁怕吗？我们是不打无把握的仗。啊，哎，给他说说咱当年是怎么进白水镇的。走着进去的呀，身上揣着枪。 车上拉着货，大摇大摆的走着进去的。嘿，出来的时候，那白花花的银子都往地下掉，拿不住啊！都嘿，那小鬼子还笑脸相送呢。这什么大哥二弟，那草猴就是草猴。你咱们现在的新四军，你哪那么多废话？行了，别卖关子了，有什么好办法？老二，哎，把东西拿过来。好，大哥。 服气了吧？良民证。对。好，我答应你和汤姆在牢中见面，但你如果是给我耍花招，那我。 可就对你不客气了。好，那现在可以谈谈我的条件了吗？说。除了我的家人，你还要确保汤姆的生命安全。等你拿到那份机密文件，立马放人。我还想知道，你是怎么拿到这个怀表的？我从克莱尔身上偷走的。 汤姆受伤被抓之前，把怀表交给了克莱尔。拜托他，如果能脱险，一定要找到我，把怀表交到我的手里。哈哈哈哈哈！真是一个痴情的人呐。好，我马上安排你与汤姆见面。 恭喜你，周小姐，马上就要和你的初恋情人相逢了。哎呀，啊，没有了。昨天这个，这个，买点东西。哎，你的证件。没事，没事。事儿太远了。哎呀，没想到咱们把自己关了。你这孩子那么严，不是呗？少那走走走，别在外面瞎转悠了，咱回去吧啊。哎，好嘞。太久了，什么都没有。哎呦！ 哎呦，怎么了？小鬼事儿，快点！快点！就是啊，你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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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惹祸！谢谢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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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紧！哎，怎么回事？大伙儿，谢野军，他们把路挡了，马上就好。走吧。小野军，嗯，我们还有正事要办。
别因小失大。走吧走吧，散了吧，散了。别吵架，没事，走吧。请，做生意。您慢点，谢谢，慢点，谢谢了啊，慢走，慢走啊。队长，快走吧！你忙点什么？等鬼子来抓我们呢！不要抓，刚才就抓了。周景波唱的是哪出？我看啊，他是怕我们有埋伏，吓得不敢吱声了。这城里都是鬼子，上哪埋伏去？觉得刚才好像有什么话想说。郑小姐，委屈你了。等等，走吧。戒备够严的，队长，干他！干到他两个鬼子，换上他们衣服混进去。你知道克莱尔长什么样吗？不知道。再说了，就算找到了，也不一定能带得出来。弄不好，还会搭上性命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走。队长，您看，那不是刚才周景波坐在那辆车吗？告我什么名啊？先回去，商量商量再来。兄弟，咱们连长胆子怎么变小了？我都快不认识他了。是啊，咱连长原来可不这样。也不能这么说，连长也执行上面的命令啊。屁，听上面命令，天天打败仗，人家新四军总打胜仗，不怕牺牲，关键时刻人能挺身而出。咱呢，真丢人。哎哎，可别让他听见了。怕什么？当着连长面我也敢这么说，都是中国人，都打鬼子。为什么人新四军就敢去，咱就能缩头乌龟？你他妈说什么呢？你凭什么打人？了不起了是吧？要造反啊？刚跟了几天新四军，就说新四军好。新四军好，你跟他们走。走就走，老子还不想干了呢。给我扒了。娘，不得了了，造反了你！我去，给我扒了！有本事打死我！你以为我不敢吗？来呀，开枪！陈天明，连长，他想当逃兵。我没有，还说没有？行了，你说，连长。我本来不想说，事情到了这份上，我也没啥不能说的了。以前咱们走路都是横着走，打了败仗，也没人敢说咱一句窝囊。因为啥？因为你是条汉子，不像那些贪污、追小的长官那样，跟着你打仗踏实。可是现在呢，弟兄们除了失望还有什么？你看人家新四军，都是中国人，都是打鬼子。人家行，为啥咱不行？够了，说完了，说完了。松鬼子，团长，执行命令，让他走。你捡了一条命。汤姆，哥，汤姆。
波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日军的集中营见到日思夜想的静波。难道他也成了战俘？把门打开。嘿，汤姆，汤姆，我是静波，你不认识我了。汤姆，没有想到在这种地方见到了你的旧情人，你很意外吧？你从美国千里迢迢来到中国，不就是为了他吗？好了，现在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希望你开心，也不要辜负我一片苦心哦。汤姆，你真的是汤姆吗？在美国的时候，你是我的老师，也是我的恋人，难道你不爱我了？怎么了，汤姆？你不开心吗？你不爱他吗？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拥抱？很好，实在是太好了。在你心情好的时候，能告诉我我要知道的秘密。希望你们开心。锁上门。嘿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到底怎么回事？等出去之后我再跟你解释，现在你得配合我。你为什么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？你怀疑我？难道你不再相信我了吗？我找遍了大半个中国，没有找到你，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儿？这是为什么？小野是日本特高科的特务，在电波里，我和他曾经多次打交道，可这次行动中，我运气不好，暴露了身份，被小野抓了。从情报中，他知道了你和我的关系，所以，静波，你受苦了。真没想到，我们会在这里见面。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吗？当然记得，永生难忘。抗战爆发以后，你带着大家在街上宣传抗日救国，我这个老师成了光杆司令。光杆司令？是的。同学们那个时候还想拉你一起去游行呢。有一天教导主任跟我说，汤姆，你的学生都疯了，在日本大使馆前示威。我一听就知道肯定是你带头干的。我跑到日本大使馆门前的时候，你像圣女贞德一样站在高高的台阶上，手里拿着一叠传单，跟每个过路的人说，日本人是侵略者，他们在侵略我的祖国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。那下喽，
想想那个时候，我们多危险！美国警察用警棍来驱赶我们，要不是你冲过来抱住我，我恐怕……你当时不怕死吗？我怕，我怕错过机会，就再也没有机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好印象。荷尔蒙冲动吧？是啊，没有错误的冲动，就没有美好爱情的开始。进步，汤姆，你还会像从前一样保护我吗？来人，我要见你们的长官小野，马上。太好了。说实话，真他妈窝囊。新四军走了一路，丢人也丢了一路，如果这次就这么走了，见死不救的话，我都对不起我的良心。你真的这么想啊？弟兄们，军人的职责是什么？上阵杀敌，保家卫国。对，你们没有一个是孬种，我要带着你们去救回军人的良心。我们要杀回白水岭，追赶营救队。杀回白水岭，杀回白水岭，杀回白水岭。我无法用语言形容现在的心情，激动、忐忑，还有一丝疑虑。这一切就像是一部好莱坞的电影。不管怎么说，只要能走出牢房，我就一定能完成史迪威将军交代的任务。小野君，回去吧。嗨。连长，这可是日军司令部，你还真想进去啊？少废话，跟我来。什么事儿？没事儿，屋里有蟑螂。
想到吧。郑队长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跟你的潜伏本领比，我差远了。你不用这么讽刺我，我是日本人的间谍，可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。这不错呀，比山沟里强多了。我跟你说实话，我现在没工夫跟你讨论你是什么样的人。你告诉我，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照片上的男人，就是你们要找的特使克莱尔，也是我的初恋情人。这女的是你？是。克莱尔为了这次行动来到了中国，现在关在日本人的集中营。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为我而死，我得救她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告诉我，你想怎么救我？我白天看见你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回来找我。郑队长，这次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。我相信你不是一个人来到白水镇，对吗？营救队的人一定就在城外守着。你说。明天白天，小野带着我和克莱尔出城，你带着你的人在城外守着，乘机劫车，营救克莱尔。小野会相信你吗？他立功心切，着急要找到那份秘密文件。他知道，除了我，没有人会让克莱尔开口，他也只能相信我的话。哎，好，我再相信你一次。明天，城外，北门外，一言为定。等等，我希望你不要一错再错。大佐，您的伤势怎么样？啊，没关系。进。大佐，您的伤还没有恢复好，就来到了指挥所。那个美国人有没有什么消息啊？报告大佐，我们正在搜捕，目前还没有消息。小野呢？最近他在干什么？报告大佐，昨天我们抓了一名中国人女间谍，小野连夜审讯，跟着去了白水镇的集中营。女间谍，她供出了什么？不清楚。审讯的时候，小野不允许任何人在场。走的时候似乎很着急。大佐，会不会小野发现了绝密文件的线索，想独吞功劳？好，马上给集中营打电话，立即。给我接白水镇集中营，我是佐藤大队。请问特别情报科的小野在你们那里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大佐，小野还在集中营。走，跟我去集中营。哎，嘿。汤姆，你愿意跟我配合，很好。只要找到秘密文件，我一定保证你们安全地离开这里。我是被你们抓到集中营里来的，抓我的时候我被你们打晕了，到现在我的头还在疼着。当时克莱尔中校藏文件的时候，是背对着我，我看不见也看不清楚，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克莱尔中校藏文件的
那个准确的地点。好，只要你记住一个大概的位置，我们就算是把周围的树全都砍光，也一定要找到那份秘密文件。汤姆 ，take your time。停车！停车！你要干什么？我闹肚子了，我要拉肚子。麻烦的人，快停车！停车！快停车！汤姆，我跟着你。小野君，你的人该退场了吧？不可能，我要保护他的安全。你们在这守着。嗨，汤姆！可恶，混蛋！长官，嗨，长官，人呢？那个美国飞行员呢？被小野长官带走了。什么？那个女间谍呢？也被带走了。小野，你这个混蛋！你到底要干什么？长官，昨天抓的女间谍跟那个美国人早就认识，关系非常亲密。我明白了，这个女的就是鸽子。喂，汤，你在看什么？我在想文件在哪里。文件？你不要痴心妄想。不会有人来救你的，文杰。汤姆，快走！哎，长官，长官，小野长官，你怎么了？该死，混蛋！美国人不见了，给我追！嗨！得想办法救他们。就咱俩，鬼子那么多，咋救啊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奶奶的！现在咱俩要是有艇外帮子就好了。走。哥。你不是说有人接应我们吗？周大勇不会食言，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这从哪弄那么多手雷弹？给我俩。走。哥。营救的人来了，快走！不是，是。等等，你带着人从这里追，快，哎，快点！其他人跟我报仇，快！队长，你可终于不要跑远了！不能让他们跑了，快追！躲一下！金峰，你怎么？
我们必须离开这里，快去呀！我中弹了。队长，你看，好像中弹被挂彩了。李振明，我们必须离开这里。走。我背你走，起来。不，这样走太慢了，你自己走，快走。不，要走我们一起走，我绝不会把你丢给日本人。你还有很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，你快走，别留下来。锦波，你听我一次好不好？为什么一次都不肯改变？是，我变了，我变得肮脏、龌龊、无耻，我不值得你为我留下来。走啊，我不要见到你。想让我死在你面前吗？